你宁可牺牲自己，也要保全他，是吗？这件事情由我一人承担。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只要你说出刺客的姓名和身份，我爹就能保护你。三哥，这件事情因我而起，就该由我一人承担。 我不想连累萧家。你不想连累萧家？你认为你现在没有连累到萧家吗？真的对不起。你真的不知道刺杀军政要员到底是什么罪名吗？我知道。你宁可牺牲自己。 也要保全他，是吗？说话，三哥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件事情由我一人承担。 林行情，你觉得凭你一己之力，承担得起整件事情吗？你信不信我会像那天一样，将他提溜出来，给他脑袋里面放颗子弹？你不会的，否则那天你当场就能杀了他。 你以为你有多了解我？他得罪了我萧北辰，我要他的命。我看整个北新城，谁能拦得住我？谁都拦不住。但是三哥，我信你。 Thank you.